去。怎么了？你忙自己的工作吧。我这官司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，总这么耽误你不太好。所以呢？你回北陵吧。不用一直待在南州，官司有问题，我会打电话问你，好吧？如果许荣你活着，你还会和他在一起吗？哎，进来吃早饭。知道了。